超级明星脸孙协志竟然有个失踪多年的儿子。大家都说我像林俊杰。大家都说我像邓紫棋，这边应该蛮像的。有，再编个发，真的有点像。泰国版的陈汉典。有哎、欸，你像谁？像孙协志。爸爸，爸爸，该不会是明天报纸的头条吧？周六晚间8点，华视超级同学会上课喽。